大家好，我是谢石阿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五支好用的脚架，那他们都各有特色，我接下来就为大家一一介绍。我今天先跟大家介绍这支 G148， 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没错，它就是非常的小巧又轻便。那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次是我们新进来的四个颜色哦，这一支是蓝色的，然后我们还有粉红色跟金色，那还有一只已经卖到缺货的是我们灰色的，对，它卖的还蛮不错的。然后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它的云台载重能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云台啊，可以载重这个我们3公斤的砝码，而且还非常的稳。其实它在1.5公斤到2公斤的相机，它都可以完全胜任，没有问题的。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反收之后的长度。那这种脚架，旅行脚架最好的就是它反收之后很方便的可以放到你的背包里面做收纳。那然后它也非常的轻，那轻便的话，我们来帮大家量一下它的重量是多少。来，不到1公斤，才940克。好，那它算是我们现在轻便型脚架里面的蛮不错的选择，而且它的价钱也非常便宜，它的价格才1440，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来谢石这边做试用。